一个。嘿嘿，我换了衣服，我刚刚在车上进行我们女校必备的换衣大法。台中真的是太热了。来，我们来澄清一下，台中也是有蓝天的哦，没有一直都在空屋，好不好？空屋假议题哦，假议题。各位，空屋是真议题耶。你看，来到海线就变安呢。是云啊，你分不清楚云跟空屋、啊。你不要讲脏话，我还要消音，很烦哎。哦哦，我尴尬吗 ？QQ。现在要来吃清水的一家牛肉面，是在地人才会想要来吃的。虽然很普通嘛，就不是观光客会吃的东西，但是很好吃。我在清水牛肉面上面实力分享。变少了。不过人变少了。太好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清水人都喝的饮料店。清水人常常在喝的华德莱。在夏天的时候有个超好喝的，就是芒果青还是芒果绿，它那个芒果会这样整个都是半杯，夏天限定的。所以我每次如果大家夏天有来清水的话，应该要来华德莱买一杯芒果青或是芒果绿，赞哦。冬天有葡萄柚绿的，怎么弄？刚刚在切葡萄柚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那我们刚刚买葡萄柚绿。GoPro stop recording。这也是一个眷村改建的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像这种装置艺术，有点像台北的四四南村。
不是无法在冬季的时候。